查仔细点儿，查躲躲藏藏的、鬼鬼祟祟的、不在自己科室、不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的医生、护士，统统给我抓起来！ 接着巡逻。是。进入大厅，然后呢？然后往那走吗？咱们去哪儿？问题是？往那边走。往那边走。有人。哎呀，人扫地的那样。扫地的，咱们是医生，不配。我们是医生，我们要正常点。我们稍微正常点。你超正常那种。我们要去哪儿？哎，过来，他扫给我了，扫地的给条了是吧？他说啥呀？列队，这是什么地儿？又锁着呢，锁着是外边。列队，来了！为什么一吹哨我们就要跑啊？想知道陶医生的事情，来胃里找我。他说让咱们去胃里找他。胃里是？去胃里。食堂啊。食堂在哪儿？等会想清楚再行动。是食堂吗？是食堂吧。来胃里。胃里属于内科吧？对。肠胃科吗？内科。内科在哪儿吗？这儿。从这儿，穿过食堂，往下走。走吧，内科。